2007年的天天饮食，走自己的路，到处吃去，做自己的饭，让他们说去吧，吃自己的饭，让他们做去吧。天天饮食2007全新奉献，送您一道别具慧心的美味，送您一个集思妙想的绝招，送您一次亲朋好友的相聚，天天饮食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董浩，我是钱小南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给大家献上一个菜肴，叫做胡萝卜肉丸粥。说起粥呢，今天我们正好有两位爱喝粥的男人，韩大嘴和纳小嘴，欢迎你们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上小一年级我就喝过粥，当时是演《红灯记》，喝粥人。哦，粥棚、那里的沙子是我撒的。嗯，不，这里定沙子。不过今天我估计两位做的不会有沙子了。保证特别好吃。为什么？我们拭目以待，特别期盼。好的，现在书归正传，先来介绍一下原料。好，好，现在有猪肉馅、胡萝卜、鸡蛋、青葱、葱白，然后还有姜、味精、盐，还有大米。哎，那么第一步应该是熬粥了。现在呢，其实我们教给大家第一步很重要的一步，加工大米。加工大米。对，现在我们准备的大米呢，已经泡了40分钟了。来看看你有没有那个纳小嘴撒的沙子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现在我们用这个大米呢，然后放在这个案板上面，把它铺平之后，用擀面杖。哦，这个活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，匀着劲儿。往前推，对，因为为什么你看很容易就碾碎了吧？对，为什么呢？主要是我们泡了，已经泡了40分钟了。把这个米当成这个韩大嘴的脑袋。煮粥的时候尽量用开水来煮，一个是比较容易熟，而且加工的营养流失的米当中的营养流失的也更少。我曾经上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怪招，就是睡觉之前一暖壶热水里头生米，第二天早晨打开就是一暖壶粥。哎，最节约时间。嗯，尤其是做那种带绿豆的那个绿豆粥，好多人喜欢这样来做。你看我这已经改成米粉了。可以这样。为什么好多人喜欢去粥店去喝粥呢？尤其南方的粥，它粥很好喝的原因就是粥的那个黏黏的，对，糯糯的感觉。糯糯的。对。其实它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来加工的。哦，有的人喜欢用搅拌机来打，其实不用，这种方法很方便，对吧？好，来往这边放，然后卷弄啊。这时候水呢给开了，下一步我们就把压碎的米粉放入锅中。好，那么这个时间呢，我们问纳小嘴和韩大嘴煮粥有什么诀窍啊？大嘴先说。我说呀啊，我的学校如果煮这个带豆的粥的话，要先把豆子放进去，豆子熬得差不多时候再放大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豆子首先熬烂了，然后呢水也开了，这是再放大米，这样这个豆粥有大米的，一定会好。我家隔壁的一个7岁的男孩子也是这样说的，是吧？小嘴说点高精尖的技巧。我曾经见过人家熬粥的时候，用那个油抓一下米。然后打一个松花蛋进去，松花蛋，对，你说是皮蛋粥？哎，是是，不是不是，用松花蛋来抓这个米，一直抓到这个米变颜色，然后这样的话再去擀制，然后再去熬，可能会更好。嗯，山外有山呐。好，我们这边粥外有粥了。然后之后呢，下一步我们就要加工这个肉丸了。哎，我来猜一猜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打鸡蛋的事？对，没错。啊，你看看这个，我的现在这个厨艺大涨啊！我们就要加工这个肉丸了。肉丸，哦，自从主持这个天天饮食以后呢，不光是体重大增，而且厨艺也大涨啊！你看看，来这个事儿我来办，顺着办。对，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，脚上劲儿，我们加一些盐。加些盐。加一些葱白。哎，加点葱白啊。一个是提香，而且它提腥味儿。哦，好。姜什么时候加的？姜也是现在来加。哦，来。我们一步步来。一步步来。然后加姜。加姜。姜末就可以了。
开锅以后可以收小火，大约煮多长时间呢？粥的话，一般的米呢可能是煮到15分钟，但是我们这个米已经处理过了，胡萝卜加不加？10分钟吧，大概。那我们这个胡萝卜进去加不加？胡萝卜一会儿粥煮好了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们就把粥煮开了之后再来加工。哎，马上锅要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那个粥呢就煮好了，稍微稍微简单一下。好。这时候要放胡萝卜登场了，因为这道菜呢，这道粥非常营养，非常丰富，然后是有胡萝卜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加工这个肉丸，我们用那种小勺。好，我有点惴惴不安啊，因为这个肉是我打的啊。这火一定要开大一些，然后直接下在这个粥里边就成型了。了啊、对。这个肉丸粥呢，其实在冬天来吃的话特别好，尤其是晚间、哦、比如说当晚餐来吃啊，这样的话一个是易消化，而且营养非常好，荤素搭配。对、啊、平时喝过这个肉丸粥？其实呢，就是粥里头通过肉丸来做的话呢，曾经流行过啊粥锅。粥锅就是用粥来涮锅子。哦，但是后来呢，由于对米的这个营养度有一定的影响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啊，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少见。嗯，那么今天我们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哎，比较简单其实。而且我们是胡萝卜肉丸粥。我们轻轻的搅动一下。轻轻搅动，不要把丸子拉碎啊。大概煮呢，煮上7-8分钟。7-8分钟就可以了。盖上锅盖煮熟。啊。7-8分钟。像这种做法，我想鱼肉也可以做成胡萝卜鱼丸粥。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家隔壁那个7岁的小男孩也是这样想的，啊，做得很好啊。嗯，咱们看看火候怎么样。嗯，好，我们的粥就煮好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加调一下味儿。哦。加一些盐。适量。对。啊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关火了。这个时候香葱该登场。这个时候我们先盛出来之后再加香葱。哦。对。你看这个颜色非常漂亮。哈。是，来，我来端，我来端。肉丸在上边。对，这一道胡萝卜肉丸粥就做好了，好了，希望您喜欢。好，我们的肉丸粥就做好了。好，来，请两位食客品尝。哎，不错。这个外观的卖相极好看。好，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啊，就是如果这个胡萝卜丁用这个煮熟的南瓜丁也可以来替代的话，可能又是一种玩法。对，哦，一种吃法。那这样啊，可以加料。那小嘴请品尝。好，来，我来喂你们。张嘴，再见再见。你把帽子还给我。不给帽子，来，给我，我有要你帽子，我可以自豪宣布要帽子。